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大埔新达广场分行的 Angel， 今天和大家来到悠然山庄看一个罕有复式连天台的大单位。悠然山庄位于大埔山贤路九号，是一个坐立大埔南半山的低密度私人发展项目，一共有11座，单位总数共有242伙，由8座低座复式及3座高座分层户组成。发展商是中信泰富，管理公司为信和物业管理公司，入伙年期是1997年的10月。屋苑有优美的园林，设施包括室外泳池、网球场及多项会所设施。由屋苑去大埔墟火车站都好近嘅，设有住客巴士，都只系需要约3分钟嘅车程就到啦，十分之方便。我哋今日睇嘅单位系位于11座、实用面积190尺嘅复式连天台及空中花园单位。单位附有靓装修，十分之罕有。全个屋苑只系得3间咧，就特色户型嘅咋。环厅嘅设计气派十足，客厅嘅落地玻璃饱览半个大埔嘅优美景致，居高临下。客厅位置十分宽敞，可摆放大型的家私和电器。饭厅位置可摆放大型餐台。长 U 型设计的厨房有多个储物柜，空间十分之充足，配以 Mila 焗炉及可摆放雪柜和洗衣机。厨房入面的工人房设有独立的洗手间。第一间睡房可放双人床，配有入场衣柜，间隔方正，景观开扬。洗手间有窗，是用企缸的。沿着楼梯上到一楼的位置有个偏厅。由偏厅旁边的玻璃门推开，就见到有个空中花园，面积315尺，户外空间十分之充足。主人房间隔方正，可放双人床，三边落床都冇问题。由主人房旁边的门一入到去，就有个大型的衣帽间，里面有间房嘅，业主就用咗嚟做化妆室。化妆室的旁边有个小型的储物室，穿过衣帽间就来到主人套厕啦。位置十分之宽敞，是用双洗手盆的设计，镜台收纳空间多，有电视机和采用智能坐厕，同时有淋浴和浴缸。天台的面积有730尺。大家看完这个单位，如果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想预约看楼或者有任何的查询，欢迎随时联络我啊。多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